两首曲子，这一首曲子就是 Hugo 一个荷兰作曲家所写的。那他虽然是荷兰人，可是就是他有特别把在美国的爵士乐这个元素放进他的作品里面，所以这是这个荷兰作曲家。另外一首曲子是我特别为三重奏写的 Willie Would Break Sophie， 所以呢是特别为三重奏写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演Rolling with the Rhapsody 的前面一小段，中文是与狂想共舞，如果要写成中文。Thank you.